一念无明生三世，境界为缘中六处，近尘适合因行物，四体十二因缘化，咱应该遮个话。定定就是安尼，甲逐个人提醒：一念无明生三世啊！在日常生活中，咱的心念心心起啊，静傲起，都、就是一念一念。过去一念干啊，到底呢是啥物款的念头啊？是善念呢？是恶念呢？是利益人群吗？或者是自利自己呢？这个念头。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起起落落，到底一天有转偌呢多的念头过？反复啊，多数念头就是在无明中，这是咱反复。真多代志，咱无明白、无清楚、无了解，这拢是叫做无明呀，无明、无了解呀、啊，沿着外面的境界，随着外面的境呢，咱起心。动念，看到水的，想要爱呀，贪心起了，我爱，我就买，我需要的，啊，我就用钱去替我需要，到底呢，人生。爱的物件有偌济，需要的有偌济呢？是毋是真需要？必需要呢？这咱应该爱理清，甲这个念头爱过滤过，清楚呢？那。面对着外面境界要起的，是毋是咱必须要？或者是敢若需要呢？或者是敢若爱呢？定看得真多啊！想要爱的时，买来的物件无用的是真多哦。这就是贪念，未来无用，就是贪啊，不是必要，不是必须要。安尼呢，咱会揽来了真多呢无用的物件，这就是咱的无明，咱的内心呢。时时都是藏着，去当阵一念头去招揽来，招来的代志，真侪拢藏藏伫心里，这也是同款无明啦。所以讲，一念无明生三世，就亲像咱日常的生活。何必计较呢？
又就是因为计较，甲人结着无好的缘，啊，何必生气呢？这么简单的代志啊，因为计较而生气啦。所以，咱做足了一挂真真正正对人不利，也伤害自己，这呢，拢是第一念间，一念无明，生三世，境界为缘中六错咯，因为这个境界。看印难，这做工来讲十二因缘，从一念无明啊，二行啊去动作啦，就因明识六理嘛，就笑啊，那笑就受感受感受到。爱爱都有，有什么呀？有真多业力来，就成为了咱一世人的生死中，再搁做作，再搁复制，真多无明业力啊！这拢是伫这个境界六处的内底。境界现前，咱的感受是爱，是无爱，是贪，是嗔啊，都是伫这个无明痴念中。安尼呢，才会因缘呐来甲咱看，所以咱不断呐。受这个因缘牵引呐，那这六处啦，不断成长，不断增加。六处就是真粗俗的物件，看到你应该是无欢喜吼。啊，你哪会知？啊，看你的面色就知啦。这就是粗俗，因为呢，你心中有无欢喜，啊，无欢喜呢，这个中间呐，一定有代志发生，啊，这个代志呢，绝对是无离开思想，这人事物想，这个、中间呐。引起了你无欢喜，这真粗的思想，不是真微细、真粗的物件，都安尼不断在咱的日常生活中，安尼在咧复制、在咧累积，所以叫做境界为缘中六错啦。近点实行，近个点啊，甲咱的意识会合啦。眼睛看到的物质，我无爱，我都该淡掉去。啊、哦，看看真多的粪扫，敢唔就是人无爱？淡掉的呢？也哪会有遮多予人淡掉的物件？遮的物件是当初伊爱的时用钱买来的，为着要买遮的物件，毋知用偌多心思，花用偌多的财物，安尼买来，现在呢？变成了一堆一堆拢是粪扫，这就是根甲蒂呐，甲迄个实
会合啦，眼睛对外面的色尘，所以起着这份的爱贪恋，安尼个招揽嘛，未来的到个物件贵啊，流行贵啊，那无爱啦，这。就是咱的意识伫咧分别啦，所以因行运，行就是时间已经过去啦，流行也退啊啦，这种呢不断啦，太古换新，安尼累积起来呢，现在啊就是。真多的垃圾，哈、啊，咱嘛有常常看到，住这人，常常去甲一挂，甲咱无缘无故的人，是比那是病啊，是老啊，家庭呢所囤积到的无量数呢，迄、那个。破烂垃圾诶，一寡物件呢，甲粪扫为一啊，一款诶形象有偌呢多啊，伫咱这个大团体啊，一群诶菩萨不断伫咧付出，为遮诶苦难人。为遮个遮垃圾的环境啊，伫咧清除，伫咧摒扫，可见遮个予人伫咧清除摒扫，遮个人生啊，伊个过去的生活，也是伫迄个无明三世中，安尼一直做作，安尼一直累积。伫初上诶，去做做，伫迄个微细诶心念伫咧产生，即种一念无明，即微细诶心念不断伫咧产生，境界为缘，即个六初诶思想。不断地咧做作，时间安尼过啦，年久月深啦，人的身体老啦、病啦，所做作的业呢，已经累积到人生的尽头啦。过去，伊所结的缘呢？伊个亲人呢？伊个最好个朋友呢？啊，一散而空啦、啊！现在孤老无依，病苦残废，什么人会当帮助伊？菩萨，菩萨所言言苦众。心，这呢，就是佛陀啊，来人间一直要教咱开示，咱人人的心，一念心啊，外面的境界呢，甲咱一念心啊，安尼纠缠不清，予咱无明。予咱无法度体会道理，所以佛陀说法就是素体十字言，从开始觉悟，向众生讲的话，从苦开始。一直到要予咱了解生命的来去，
咱做什么款的因啊？咱接受到是什么款的报？伫这十二因缘啊，都讲真清楚，四体化啊，开头甲咱分析。十二因缘呢，予咱更了解生命的起因。也毋过呢，咱就是遮尼正愚钝啊，哪怕是修行呢，也无法度去体会啊。就亲像过去一位禅师。伫山顶面啊，啊，伫咧苦修啊。伊有一个徒弟小沙弥啊，对着老师傅呢，开始，逐天都爱出去外面化缘。那么这青少年的沙弥啊。逐天就是安尼伫咧对啊，有一天，特别转去的时，还要化缘完成啊，施主予因的物件，派伫小沙弥的肩头里，那安尼前后伫咧行，看到一位啦。一位老婆婆啊，倒伫涂骹哩，那是平时啊，伫咧乞讨卫生，就是乞丐啦。现在呢，已经是病啦，无法度通行啦，坐着、倒着，安尼起来起落啦，好亲像真辛苦。好亲像八道真妖，这位老师傅呢，就甲伊个小徒弟讲：“来，咱拄只去化缘的物件，你赶紧分一挂予这位老婆婆啦。”啊，这位沙弥啊，千万分不管。咱这么辛苦啊，对山顶安尼落啦，逐天都是安尼伫咧分物件，真无容易，这个物件才会当提到山顶去。也咱起码这么正简单，都要分一挂予因，为什么啊？这下。年轻的沙弥，安尼反问着师父：“为什么啊？咱这么辛苦，无容易得来的物件，咱都爱给这位跟咱无关系的老婆婆？为什么啊？”这位老师父呢，就甲讲：“行事甲功德。”都是在一念间呐、啊，你卖问遐济，赶紧分一挂予老婆婆。遐这位沙弥呢，就回答啦：一方面呐，伫咧分物件，要甲分开；一方面呢，都回答着老师傅讲。做功德，我知影。不过，咱即马真辛苦，真是真需要的事。等甲我将来大汉，等甲我将来有法度，我甲我想要做的工课做好，要做功德，才阁讲啦。虽然是安尼念啦，不过。伊也听师父的话，把这个物件分开，
一部分就送予老婆婆。啊，老师傅啊，就安尼讲，爱用虔诚的心啊。但是呢，年轻的小徒弟，伊嘛是阁安尼回答：虔诚做功德，嘛都爱等我有力量的时。啊，师父就点点就向前直直行，从安尼开始。逐天的生活都是山顶山下，一直到经过了真多年啦，老师傅呢身体愈来愈袂堪的咯，寺院呢这年轻的小徒弟也愈来愈大汉啦。那身体健壮啊，知影讲，我应该呢，爱把这个寺院好好给翻修起来，会当起得真大真大的寺院，将来会当香火鼎盛，安尼我就免烦恼啦。老师傅呢？已经是无力搁再讲话啦。虽然常常甲讲爱做一寡功德啦，确实呢，这位徒弟拢一直回答呢，等候我有余的力量，所以从安尼时日直直过，寺院愈起愈大间啦，那一直到个。老师傅呢，已经到个暗暗一息啦。从这个完结的以前，用着真无力的手啊，安尼呢，提着一本经书啊，安尼交代予伊的徒弟。徒弟把这本经书接来呢，这老师傅微微开口伫要讲话，已经是无力好讲啦。伊把这本经书接来呢，甲放伫边啊，老师傅也无力好讲话，最后一口气就安尼吞落去啦。往生啊，这了后，年轻力壮，这位徒弟就接受了这个位置，这件事的主持是这位徒弟，现在成为皇中主持了，伊想要发挥的。把这个寺院起好啊！几年后呢？哦，香火鼎盛啦！再来就买土地，土地买真多啊！附近的这个田园，伊拢总甲买起来啦。时日过安尼过啊，一位年轻力壮的皇中。伊老啦，一直到间呢病来咯。这个中间，忽然间想到，我的师父，要往生的时候，给我一本经书，我一直拢无甲摕来看，到底这本书呢，内底有啥物款的法啊？伊呢就把迄本书啊摕来，开始掀开的第一张啦。老师傅写着的字，那就是做人一处啦。
圣师诵经十年，意思就是讲，你会当去帮助人啦，比你诵经十年的功德搁较大。爱虔诚，用你虔诚的心去付出，时时一念虔诚的心，时时呢都有助人的念头，这比你诵经的功德搁较大。啊，这当中，这个方丈年纪也老了，病也缠身啦。我这当中，我要做什么好事呢？当初师父讲的话，成事功德第一念间，原来呢，要甲我解说呢，是师父最后一口气要甲我讲的一句话，帮助人，用虔诚一处帮助人啦，比上十年的经，搁功德搁较大。修行啊，莫非呢？时时都是爱尊好念呐，虔诚的念，做人的念，这人生一苦片段，就是安尼无明一世人过啦。这呢，就是咱人的一生，敢唔就是安尼呢？一念无明啊！生三世，在这个境界为缘啊，人事物相中，安尼落落落落过一次，落落落落做无明复杂烦恼，这境界定啊，外面的境界安尼在咧回合，时间安尼在咧过，无明业力安。在咧累积因行运，运都是累积啦。安尼，在咧作业累积啊，还是呢？回过头来，爱了解的道理是四体十字缘法，这这么一件简单的法啦，在咱的身边。但是咱无法度了解呀，爱好好用心呐。咱最近这个十字因缘法讲完也未，也未啊。那前面的文呐，无明灭即行灭，行灭即识灭，识灭即明识灭。明识灭即六入灭，六入灭即常灭。那这十字因缘一地呢，这从一念无明开始，一地呢就是在咱的行运中啦，过去生是安尼累积过啦，累积甲咱。牵引来咱一世人的依报，甲咱的父母有缘，伫某一个家庭出生，一世人呢所接触的人事物啊，安尼呢，咱不断伫咧接触，不断伫咧行为做作啊，安尼，所以人生啊。就是安尼伫咧过，所以咱这个求、求灭、即修灭吼，就是佫接落来这段文，前面六入灭、即求灭，接落来这段呢，就是求灭、即修灭、修灭、即爱灭、爱灭呢？即气灭，气灭，
即有灭，有灭即生灭，生灭即恼死，有悲苦恼灭啦。现在就是完全讲灭，过去是讲延伸，现在呢就是讲灭，延灭吼。所以这个所触，咱来甲人间接触到人间的事物啦，那么有了接触，自然就有感受。一念无明生三世嘛，境界为缘中六处这外面的境界，咱会感受啊。所以又接触到眼睛，接触到外面的色尘，咱内心都有感受。这个感受对倒去呢？是识，咱的意识开始去感受，起到感受的爱，所以受灭即爱灭啦。咱看到物件是必要，或者是需要，或者是干那爱呢？定介意呢？定是安尼吗？或者是呢？这一点代志呢？咁需要这么计较呢？计较过来又是安怎？这呢，拢总伫咱的日常的感受中，那感受，咱的起心动念，爱也是无爱，是恨也是，这个想，这中间拢是伫这个想甲爱中呢，安尼。伫咧生灭啦，所以有爱，自然都有气啊。我得去采取行动，我爱去修，爱去买，我爱去设计，我爱去哦，等等啊，这一切伫这个气啊。那咱那无有，这物件甲我的关系那无啦。咱都未有去采取行动，啊，都无有作业啦。所以气灭即有灭，吼，都无去作业啦。那么有灭即生灭，咱也无去作业，无甲遮个父母结什么款的因缘的缘，咱都未过来受生咯。或者是来受生呢？那爱对人事物、甲人、甲事，那无因缘呐，咱无法度好斗阵。看看地球上啊，遮尼正多的人，咱无捌的人到底有偌多啊？无偌多啦，甲咱有因有缘、有缘的人，才会甲咱斗阵呐。那不是有因缘呐，爱恨情仇有经过，安尼会缘会牵引，咱嘛未讲哦来斗阵。过去彼此之间，咱结好缘呐，大家人汇合起来呢，大团体都去做好事。过去呢，甲咱有怨有仇。也是交群激动起来的时候，就去做一些损害人群啊，不好的事情，或者是牵引咱方向偏差，亲像安尼去做足一切呢，来予咱人生过程到头来还是死。病死啊，或者是人生中真多不如意的代志，拢是伫这个无好的因缘，甲咱牵引吼，老病死拢有。这种呢，大家人
拢无感觉。即当阵的地动，大家人有感觉无？有感觉吼。透早呢，三点外去当阵，一动，大家人嘛有感觉。即种呢，明显的感觉啦，甲咱真微细所造作累积呢，那已经同款的感觉。这是抽象的感觉，现在这个地动是抽象的感觉。那起心动念，迄叫做微细的念，吼，那微细的念不断累积啦，所以安尼累积到人生的过程啊，那就是老病。是，这人生的过程啊，拢是伫有悲苦恼中。倒一个人来人间，无忧愁过呢，无烦恼过呢，无有想要爱，无有想要贪，无有想要刺过呢，人人拢总有啊。这就是微细。真微细的生活中，咱家己无感觉，安尼伫咧过，所以讲，寂灭即寿灭啊，寿灭即爱灭。咱接触到，只要有接触到，咱呢就会去感受。那么，咱要安怎样呢？把这个感受啦，改看淡，因为呢，咱真多都是因缘牵引，予咱受苦，所以咱即马是咧讲翻灭门。现在要安怎个灭敌？就是接触到咱的感受呢，是要去甲试，或者是呢要培养伊，占为己有，或者是呢，予人人呢来分享。迄个老和尚教伊的弟子是爱甲大家人分享功德，甲一念间呢，这是一体啊。你的一念是要去做功德呢，或者是要贪为己有啊？这是咱的接触，那触的感受，咱的感受，那会晓要甲大家人来分享，这就是造福啦。占为己有呢，那就是伫这个爱，一爱呢，有。一种无私的爱，爱呢有占有的爱，占有的爱呢到头来啦，就是一堆粪扫，就亲像咱讲一挂人老来病啦、残障、病痛，这孤老的人，咱去甲伊帮助，遐垃圾的物件。感恩就是当初伊爱的物件所累积的呢，所以讲触机不生啊。那迄个触那无生起了，迄个爱自然啊，伊就袂去甲摕遐个物件入来蹲伫内底。咱呐一念间那无生起恶念呐。咱都袂积真济烦恼伫咱的内心，咱都袂做真济业呢。伫咱即世人吼，伫即生中啦，所以讲，触机不生啦，受想即灭，即个接受的想都无咯，无受来领咱的心，自然啦，爱
一想都灭吼，都灭起着心，要占为己有啦。所以爱灭即气灭，气灭即有灭。这个爱占为己有的心，那该灭掉去啊！那自然呢，你都袂想，这都是拢总我的啊！事业大要搁较大咧，我的连锁不是干那一间两间，我的全世界全球。事业我拢要直直摊去，这个市场是我的，那这种气欲的心吼，那咱也无有这种贪爱的念，都无有气欲的心，所以无爱乐心嘛，气上即灭吼，这个气就自然灭掉。无起着的心，无有起，无有着，无执着讲，我一定爱这呢做，无一定爱执着啊。所以自然安得有业吼，这种哪个有啥物业呢？你若无有去起着啦，啊，这的物件咱拢总无啊。这些事情我们拢无做啊，所以呢，这些事情跟我们无关系啦。这些物件呢，咱拢无有起着啦，不是咱的自然啦。这些物件，这些事情啊，一切的人我是非啦，都跟我们无关咯吼。所以啊，这哪有什么有呢？无啊，你有做这个代志无？无啊，你有这个物件无？无啊，就是无嘛吼。所以啊，这个有的业，咱若无去做啦，无有啦，那就是灭有灭，咱无去起着，自然咱就是什么都无，就清净啦。即生灭啊，即个无去持着，无去作业啦，咱呢都无有虾米款呢？迄个高洁爱恨情仇，即种的果报，咱都无咯吼。所以有灭即生灭啦，那因业造生啦，有因为即个业啊。就来了咱来这个人间生在这个人间啊，在这个人间呢，那有爱恨情仇吼，他都交结啦，真痛苦啦。所以咱因这个业就来了咱呢，安尼不断啊，生死不息吼，那。有业既亡，这个有的业啦，咱若拢总消灭掉啦，自然呢生相都变，咱都无有个来生，这个爱恨情仇的人生思想，过来定咱都无咯吼。生灭即老死，又悲苦恼灭。那无有来生啦，
都学有老，因为咱有生，真痛苦，和老母生落来，开始哭叫，这叫做痛苦。人生第一步啦，来到人间，离开了老母的母胎，接触到这个大空气的刺激，全身赤裸裸，痛彻骨髓。这种呢，痛而苦痛哭出来，多一个囡仔生下来无哭呢，自然呢，刺痛了伊的身体全身呢，所以啊，整个神经细胞呢，安尼接触到这个痛感，所以呢，哭了吼，那这是第一步的人间。就是有了第一步的人间呢，安尼生下来就苦开始呢，啊，慢慢啊，在安尼人间的环境啊，先天带来后天的学习，安尼不断啊，造作业力，所以因以有而生吼，啊生呢？所以才有老死的苦吼，老啦、病啦、死啦、人生无常啦，等等，都吃一个地动，感恩啦、平安过啦。确实呢，迄、那个地动呢，那骨较大咧，骨较摇一个，啊，可能咱嘛袂这么只安稳自在坐伫车。迄、那个地动呢，是无常的经过，确实呢，咱要搁安稳伫这个所在，是毋是爱时时感恩呐、啊？这人生呢，世代不调，无常呢，什么时阵发生唔知？对，这个幸运过程中，都只都地动讲啊，咱即马地动。现在就讲都这样，同款的时间是安尼过去啊。讲话呢，佫无同啊，分别啦。都这样，现在，现在，佫一时啊，还佫讲都这样，还是呢，这种会来来回回啊，时间不断的过。过去生今生，过去做作，咱今生受用；今生做作是来生受用去啦。所以亲像安尼十二因缘啊，一直牵引着咱为着要了解呢，这个苦的源头。佛陀甲咱讲四谛十二因缘法。予咱了解苦是安尼，啊，希望咱人人会当发心来灭掉了这个苦，这个缘啊，甲灭掉啦，自然呢都无有生死的苦咯。所以讲，老死既不受生欲吼，咱这念心嘛。这念心就是一念欲开始，那这种生死不受生的这个欲念，咱也灭掉了。那虽然老死呢，就是也灭哦。你看，咱讲过去啊，啊，有修行、有听法的人，已经呢有偌济老人啊。就会甲师父讲，有够啊啦，满足啦！我即回行曲过程中呢，所看到一群的老弟子啊，有个人在病中来看师父啊，那伊就安尼这么安然自在呢，讲有够啊啦，满足啊啦，因为呢，我。家在少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主者，
我的人生真丰富，有够啊啦！成事这呢真自在啊，伊真肯定伊有做着真侪好事吼、哦，所以讲起来，这种成事、成事无明白道理，会真惊死，啊，就先恐慌。明白道理呢，这是自然的法则。加在我这世人有做善事，做一处的善事，信托十年经啊，这呢，把我的人生安尼行过啦，我满足啦，所以无有生老死的忧悲苦恼，这嘛拢总无啦。虽然是老啦，确实呢，无烦恼，什么时阵生命会结束？无烦恼啦，一世人有够啦。所以呢，这证明啊，就是讲起了生法。生，咱来人间生啊，过去所讲的呢，无明言行，行言色，色言明色，明色言六力，六力言触，触言受，受言爱。爱言气，气言有，有言生，生言怒死，有悲苦恼，迄就是安尼直直言落去。那咱今仔日讲的，就回到倒来灭，该灭吼。过去的十二因缘，几工前讲的是生法，现在呢是灭法。吼、哦，要安怎样回倒转来，甲灭掉啦？过去的烦恼无明是安尼生起来，咱即马呢，要安怎样灭除了烦恼无明，才会拢总甲灭除呢？那自然啦、啊，咱对生死呢，对当平安自在，这种。明灭法那会当了解啦，就是道灭为缘吼，这人生无明行过来这条路啦，拢该灭掉去。咱现在所要行的呢，就是菩提大德道。菩提大德道呢，是这呢真平坦啦。而且呢，是咱会当将凡夫地到佛的境界，那就是行菩萨道啦。所以希望咱人人爱用心，在当下这念心。那当下这念心啊，咱若会当了解因道体啦，来了解啦。十二因缘来去的烦呢，咱若会当了解啦，自然呢，咱就正得这个寂灭的快乐。这就是啊，咱心无烦恼，就无有强迫，远离颠倒妄想，安尼就远离啦。安尼，咱逐天拢会知影。起心动念，这个微细的心念，咱定定就会当了解。我现在伫咧做啥物代志，该不该做？该做的，咱爱积极；不该做的，咱爱赶紧断除。这就是明白这个灭吼，灭无明的方法，安尼。这个
缘境界为缘中六处，了解了这个因缘呐，咱的眼念意识心向外面的境界，色声香味触，这个境界呢，咱的意识清楚，自然咱都未做着错事吼，安尼。咱心一定定真平安，这必定咱爱时时多用心。